手拍回击，再来一个反手拍回击，最后还是反手拍，王宇佐赢下了赛末点。高举双手享受掌声，这不是王宇佐第一次在温布敦赢球，这次却让他感慨最多。和对手握手致意，王宇佐回到观众席和妈妈热情相拥，一切辛苦尽在不言中。碎了，这句碎了是王宇佐赢球最大的动力。他历经233分钟的五盘大战，以7-6、4-6、6-2、3-6和7-5收拾了对手。今年28岁的王宇佐出生在沙地阿拉伯，2001年转入职业，现在世界排名第151名。从2004年开始挑战温布敦，王宇佐曾在2006和2007年连续闯进64强，而这也是相隔6年后，王宇佐再次在温网获胜。王宇佐下一轮将碰上德国名将 Tommy Haas， 不过台湾球迷可以在26号晚上先为卢彦勋加油。